来那个精神喊话一下，我来问一下我们高雄的朋友在哪里？高雄朋友在哪里？来举个手。哎呀，我们高雄的朋友在后面。哦，这帅哥嘛是高雄的朋友。今天来的朱德的帅哥。然后我们业务的朋友在哪里？业务在哪里？业务举个手。哎呀，业务主管吗？还在忙着敬酒当中啊。在忙着敬酒当中，还有我们的保安的在哪里？哎，保安单位在哪里？保安单位哦，保安的好像比较热情一点点呢。人北北喜保安，为什么我们那边的朋友就是都是这样？哦，你们有分是吧 ？A 组跟 B 组这样有分是不是？哦，有分保安 A 的在哪里？他不是这样分吗？不是这样分啊，是你要大家都是保安。有这边有这边有保安 A 你家，对，保安 A 你家，所以有保安 B 吗？啊。哎，有哎！哎，为什么这位先生保安 B 奥利，保安 A 奥利？反正只要是保安，他都先举手再说。我是 A 轮丢啊，而且有时候会轮到这样。嗯，好啦，还有我们也是很辛苦的，我们施工单位的朋友在哪里？来，施工单位在哪里？还有也是很辛苦的朋友。对，然后还有，等一下，我很想知道原住民是什么意思？原住民真的是原住民吗？真的，我怎么感受不到原住民的热情呢？哎呀，像有点像，有点像，有，是不是？哦，原住民这边啊，哦，这种感觉才可以像一把琴种啦，好不好？还没喝够就对了。刚才这边啊，这边有把他的牌子拿起来说。